玉林，别害怕，按我说的走。 县衙静悄悄的，就那么两个人，这是不是于成龙给咱唱的一出空城计啊？管他娘的什么计，本老爷今天来就是要杀了于成龙，点了县衙。焰火，焰火。 兄们，把火把给我扔进去，点了他县衙。是。雷翠婷。 到了，于成龙绝不会死。
哥带你回家。
老爷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夫人，这两天我总是心神不宁，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。老爷，别胡思乱想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谁呀？深夜来访，必有要事。夫人，你去看一下。好。是什么人在敲门？闺蜜太太，来人是罗庄古风柳的谢德昌。谢德昌？是。这个时候来，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即是。罗山谷风岭的谢德章，快开门让他进来。开门。蓝老爷，救我呀，蓝老爷！院子呢？哎，先生在吧？先生在，先生病了，在后院休息呢。病了啊！哎呀，那我得去看看他去。哎，那你慢走啊。哎，行，你们扫吧。哎，怎么会病呢？干活吧。亲家，先生，先生，哎呦，来，亲家公，您怎么给病了？哎呀，怎么弄的这是啊？你说，你大老远的，快，快扶奶奶坐下。哎，家里窖里头啊，还有点苹果，今天给你拿了点来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亚良啊，托人给我带了一封信。哎呀，把我给高兴的呀！这玉兰呐，这可有了盼头了。我也不识个字，你给看看啊。家良托人也给我带来封信，我张不开这个嘴。怎么了？那家良信里头都说了些啥呀？这是封休书。休书？他把我家玉兰给休了。昨天家良托人也给我捎来了封信，我一看这信呢，我就要上您那儿去，可我迈不开这个腿，我一口气没上来，我这不就倒下了？对不住您。家良打小死了爹娘，是我没管教好。要是这孩子还回来，我一定狠狠地管教他。哎呀！刚才你一说家良那是封休书，我这心里头就咯噔一下。
我心痛啊！我看着你也难受。亲家公，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身子骨最重要，你也别着急了。就是可怜了我家玉兰呢，我就先走了，啊。亲家公啊，慢走，保重。哎，你也是。成龙去罗城了吗？怎么现在自己回来了？曹青，快快快，大伙赶快给他们送回家去。来来来，快过来搭把手。快快快！买啥买买啥，少不了你的。来，给。曹青他娘，你家曹青回来了。曹青他娘，你家曹青回来了。曹青，这个怎么了？这是，快进屋去。进屋说。曹青，哎呀，进屋。曹青，你给我醒醒。曹青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呀？玉兰，孩子，你快说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和宝兄都回来了，我愿意跟着成龙哥在广西，这不就死了？刚到广西就死了。就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也不知道成龙哥现在在那边怎么样。宝生回来，柱子死了，成龙哥和宝生只能留下成龙哥自己回来。奶奶，奶，娘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要问了。啊，对了，奶奶，我宝生叔和朝青叔从广西回来了，就在外，就在外边。奶奶，哎呀，宝生，朝青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快快快，走，快来坐下。罗城那边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大娘。哎呀，别叫大娘，快说，罗城那头到底是不是出事儿了呀？大娘，于老爷没出事儿，我们。
我们是自己要回来。是。自己要回来的。哎，那当初你们俩是哭着喊着要跟成龙要到罗城去的，咱们那边没出事儿，你们就回来了？我不信。你们俩说，到底出事了没有？大娘，没出事儿，就是柱子死了。柱子死了？哎呦，你们俩都回来了，那成龙呢？成龙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怎么了？成龙哥没事儿。大娘，吃了罗成。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儿。奶奶，娘，我要去罗城。啥？你要去罗城？我要去罗城，去看我爹。我也要去罗城。月兰，你有孩子，怎么能去得了罗城？我带孩子一起去。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要去找我哥。邢家对不住你，让你在邢家受委屈了。我替那个逆子给你赔不是。哎，邢先生，您这是干啥？玉兰在邢家没有委屈，只有恩情。当初要不是先生护着，玉兰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了。天底下没有比救命更大的恩情。先生，您是我的大恩人，是玉兰不好。没有当好邢家的媳妇儿，以后不能给你尽孝道了。先生，你自己多多保重身体。玉兰，起来，快！玉兰，去吧，见到成龙和你哥，替我问好。玉兰记住了，去吧。大娘，家园姐，别送了，你们回去吧。玉兰呐，这一路上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啊。婷宜，哎，路上好好照顾玉兰和孩子啊！我知道了，奶奶。婷宜，上了罗城见了你爹，别忘了给奶奶和娘来个信儿，报个平安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娘。玉兰，这一路太辛苦了。要不你把孩子留下，我帮你带。佳媛姐，孩子太小了，离不开你啊。你放心吧，我能行。好吧，那你多多保重。嗯。那我们走了，走吧。奶奶，娘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哎，你们回吧。哎。您这是要写多少啊？写多少？罗城全县各村各站都得贴一份。广西柳州之罗城，偏处山隅，九万大山纵贯南北，然
数十年来，地方无主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无一净土，皆因窃匪当道，恶霸横行，致使百姓无家可归，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。如今罗城县衙屹立，必将剿灭霸匪，让百姓居有定所，耕者有其田。本府愿与罗城百姓一道共治，给罗城一片平和安定。写得好，实实在在，一针见血。周先生过奖了。胡大人，于大人有何吩咐？谢德昌虽然逃跑了，但是他的古风岭让雷翠亭一把火烧掉，所以是该把流离失所的乡民们招回来的时候了。于大人所言极是，这罗城多年来几无宁日，也是时候让百姓们回归家园安居乐业。要让乡民们回归家园安居乐业，就得发布告示通宵乡里。这告示已经写好了，怎么才能发布到每村每寨？大人，这真是个不小的难题呀。小妹，雷翠亭自负前来，请于大人责罚。本官近日正想请你到县衙来，你为何不请自负而来？这是为何？翠亭之前与大人有约在先，等剿灭谢德昌一伙之后，再问翠亭夺取官服官印之罪。你我虽然曾有约定，但是你雷翠亭已经将功赎罪，我于成龙如何还能再行惩罚？功是功，过是过。虽然官服官印是从谢德昌手中抢得，但也理当治罪。嗯，这话有理，将功赎罪也不能乱了律例啊。既然雷大侠和于大人曾有剿灭谢德昌的约定，那么此约定尚未过时。周先生，此话怎讲？请问胡大人，我们是否将山大王谢德昌捉拿归案了？暂且没有。既然没有把他捉拿归案，那么雷大侠和于大人的约定就应当有效。这个，玉林，锦阳，给雷翠亭松绑。于大人，我绑的，我来解。好。快快请起。雷翠亭先谢过于大人，请于大人放心，我会尽快把谢德昌抓捕归案，到时再请于大人问我的罪。剿灭谢德昌这帮乱匪，你也功不可没。眼下谢德昌虽然在逃，但本县发誓，一定要将他抓捕归案。现在罗城县衙急需用人，如果你愿意，本官即刻招你为罗城县衙的捕头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于大人，翠亭这么多年浪迹江湖，劫富济贫，都是因为谢德昌一伙栽赃陷害，横行乡里，欺压百姓，以致罗城生灵涂炭，百姓无处安身。大人如今在罗城剿匪抚民，便是罗城县百姓的青天大老爷。于大人，雷翠亭感谢大人的再造之恩，也归顺朝廷，归顺于大人。好，
谢德昌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！雷不同，站！本官要到各村各寨，去招抚流民回乡务农，抓捕谢德昌的要务，就交付你。雷翠婷绝不辜负大人的重托和信赖。好，快快请起。 于成龙这厢有礼了，我今天来啊，是请大家回家的。这些年，谢德昌等贼匪横行猖獗，残害百姓，让你们有家不能归，有地不能耕，整个罗城县衙杳无人烟，荒草遍地。你们其中有年已古稀的老人。 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哪个不希望回归家园？哪个又不希望自食其力？哪个不希望过上安宁的日子？于大人呐，可他谢德昌今日不除，我们就不敢下山呀！是啊，就是，把谢德昌要带回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是吧？对呀，该怎么办呢？乡亲们！ 您不必担忧，谢德昌本人虽然逃脱了，但是他的古风岭已经让雷翠婷把他烧掉了。谢德昌的人马也让我们彻底剿灭了，他永远不敢再回到罗城来祸害老百姓了。救命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罗城县衙不是我于成龙个人开的，那是朝廷的县衙。 是专为老百姓办差断案，专为老百姓做主的衙门。现在我们罗城县衙已经开始步入正常的秩序，我于成龙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回到家园，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。哎呦，真的吗？ 这是罗城县衙今天向罗城乡民们发布的告示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乡亲们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 你都看到了，我谢德昌占山为王十几年，坐拥几百号人马，谁能想到，现如今我竟落到如此田地，身边仅剩三个人。谢老爷。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你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开仓纳粮，这是犯大忌的事儿啊！如此一来，官府便把你当做死敌，必去之而后快。是啊，所以那于成龙刚来到罗城。 脚跟还没站稳呢，就先拿我开了刀了。谢老爷，蓝某这一生啊，给自己和儿孙定了一条永远不能破的规矩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规矩？一，永不占山为王；二，永不开仓纳粮。
三，永不和官府明着作对。可现如今，我一切都来不及了，晚了，晚了。升堂。代谢永清，跪下。谢永清，你身后这位壮汉，你很熟悉吧？认识，他是雷翠亭，雷大侠。他现在不是雷大侠，他是罗城县衙的雷捕头。我问你话，希望你老实回答。谢德昌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说话！起来！从实招来！我再问你一遍，谢德昌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不说，我只能把你交给雷捕头，让他来审你。嗯，周大人，你别把我交给雷捕头，求你的周大人，我说。我说，说，谢德昌已经离开了罗城县。他离开罗城县去了哪里？他肯定离开了罗城，至于他去哪儿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嗯。雷捕头，在，马上把谢永清放了。啊？什么？把他给放了？马上放人。起来！谢谢周大人，谢谢周大人。走，谢谢，谢谢周大人。你老子滚！谢谢大人，谢谢。周先生，咱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谢永清给放了。下去。周先生，这个谢永清诡计多端，他狡猾得很。刚才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，但他有一句话是真的。哪一句话是真的？谢德昌已经离开了罗城。可他并没有说谢德昌离开罗城去了哪儿。这正是我要放他的原因。你马上秘密跟踪他，他去的第一个地方一定就是谢德昌藏身的地方。哎，对啊，张先生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这就去。谢老爷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保你平安无事。愿听蓝老爷指教。得救了，谢兰老爷。乡亲们，古风岭的谢德昌现在是过街的老鼠，他再也不敢
回咱们罗城了。你们现在啊，回归家园，要想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，那就得把土地耕种好。要想把地种好啊，咱们就得有牛，对不对？乡亲们，这些牛啊，都是于大人用自己的俸禄从桂林给大伙买回来的。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都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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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啊，谁要敢下跪，我就不给他分牛。乡亲们。两户一头牛，你们现在可以下地去领牛了。新的山庄，看来这个蓝大新和谢德昌是早有勾结。大哥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俩给我在这紧紧的盯着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们肯定把人盯得死死的。好，我回去向于大人禀告。你盯好了。哎，哎。但是罗城百姓要想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，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，就是潜逃在柳城县蓝大新山庄的谢德昌，而这个蓝大新，恰恰是柳城县乃至柳州府最大的豪强劣绅。我们到底该如何才能将谢德昌从柳城县捉拿归案？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朝廷律律明文规定，严禁地方越境办案。更不允许地方衙门的衙役、捕快、兵丁越境捉拿案犯。我们要想将谢德昌捉拿归案、绳之以法，就必须得到柳城县衙的配合，或者将案子全部交于对方来办理。如果越境，我们将受到朝廷的严厉制裁，轻者罢官，重者杀头。朝廷居然有这样的规定啊！越境办案，越境捉拿案犯，越境招募乡勇开战，朝廷都将视为割据地方的藩镇行为，一律严加禁止。周先生，那要这么说，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再到柳城县去抓捕谢德昌了。对，看来这件事儿还办不成了。于大人，我好像听你说起过柳城县的知县是屈一鼎的儿子，是。他叫屈九万。可谢德昌现在潜逃在蓝大新的山庄，正好是屈九万管辖之地。那就更麻烦了。这件事情最终到底该如何办理，我们还真得花一番心思才行。于大人，就目前的形势，我是继续盯着谢德昌，还是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？监视谢德昌的事情绝不可放弃。这是五万两银票，你先拿着用。蓝老爷，你对兄弟的大恩，兄弟永世难忘。哎呀，你客气什么？拿着用就是了嘛。蓝老爷，兄弟在山里还藏了些银子。改日把他取回来，必将双倍奉还。你我干嘛这么客气？赶紧按我说的去办事儿去吧。好。好，恕我不便相送。
不必相送。老爷，你出手也太大方了吧！居然一给就是50,000两银子。谢大昌有的是银子，他会还我的。再说，他落到如此地步，投到我的门下，我就是把他当条狗养，也吃不了亏。找回来了，这是我的黑子，黑子，好样的！大人，我不但给你把罗车找回来了，你猜我还把谁给你带回来了？把人带进来。是，走。于大人，于大人，草民之罪。店家。于大人，草民当初不知道您是知县老爷。要早知道的话，就算给我们10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坑害您啊！于大人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找了家没人住的大宅子，开了个黑店，才干这伤天害理的营生。于大人，你就饶了我们两口子吧！你就饶了我们吧！于大人，审他。你说是蓝大兴蓝老爷叫你们来找我的？回曲大人，是蓝老爷让我们来找曲大人的。谢德昌，占山为王，欺压百姓，撕开粮仓纳取赋税，今天居然还跑到我堂堂县衙来找我说情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来人！带！把这两个作恶多端的贼匪给我打入死牢！是，走走。曲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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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人有话要跟曲大人讲，请曲大人让小人把话说完。好，你们先把谢永清给我带下去。是是，走，走走。那，你也先下去。是。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官讲啊？曲大人，这是50,000银票，请笑纳。快向本县报上你们的姓名。回于大人，本人叫牛三宝，是罗城县小长安镇人士。于大人，本人是莫女娃，牛三宝的妻子，也是小长安镇人士。于大人，我们真的是被逼无奈才干了这伤天害理的营生啊！我们家原本有40亩土地的，可是顺治二年间，硬生生的被那柳城县的乡绅蓝大兴给夺去了。我们没有了土地，可是我们也得活命啊！于大人，我求您饶了我们吧。我们愿意给您当牛做马来赎我们的罪过。对对对，你们刚才所说可都是实话。实话，草民说的句句属实，没有半句狂言。于大人，我们两口子在九湾大山里也听乡亲们议论了，乡亲们都说您是当今皇上派到罗城的钦天大老爷，乡亲们还说如今罗城和往日不一样了。可是我们两口子干了这样坑人害人的事儿，如今想回罗城看一眼，也不敢。
于大人，我求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保证我们再也不干坑人害人的事儿了，我们再也不干了，于大人。那本先问你们，你们说你们的土地被柳城县的乡绅蓝大兴霸占，可你们是罗城县人士，你们的土地怎么会被柳城人霸占？于大人，我们是罗城县人不假，可那柳城的蓝大兴他却哎，于大人，他嘴笨，还是让我来说吧。好。于大人，从前朝崇祯二年起，罗城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就没有了安宁的日子，天天都在打仗，一直到新朝顺治16年才算结束。当年战争打到小长安镇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跑光了，土地也撂下不种了。可是十几年过去了，等我们再回来时，却发现我们的土地已经被那柳城县的乡绅蓝大兴给无端霸占去了。我们去找蓝大兴说理，可他却说我们的土地是撂荒地，是原本就无人耕种的。我们又去柳城县衙告状，可那柳城县衙根本不管。我们又回到罗城县衙，想请求县老爷帮忙解决，可是没过几天，那县老爷就被人给杀害了。我们的土地是再也要不回来了，于是我们找了家没人住的大宅子，开了个黑店，谋财但没有害命。墨牛啊，你们刚才所言已经全部记录在案，如若有半句不实，本县将判你们欺瞒官府之罪。于大人，草民说的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不实之词，甘愿接受于大人任何惩处。是。好，曲大人，留步吧。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柳城，不许到处惹是生非。小人谨记曲大人教诲。谢老爷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都办妥了吗？借蓝老爷的鸿福和名望，事情办妥了。那就好，二位就暂且在我的山庄住下吧。谢蓝老爷施恩援助。行，请。看见了吧？这个就是柳城的蓝大兴。我留在这儿，你赶紧回罗城向雷大哥和于大人禀报。行，那你可要仔细盯好了啊。放心吧。好。于大人，谢德昌和谢永钦到了柳城县之后就一直待在蓝大兴的山庄里，刚才手下回来报说他俩中途还去了一趟柳城县衙。他们去了柳城县衙？对，他俩从柳城县衙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还看到有一个穿七品官服的官老爷把他俩送到了门口。看来谢德昌不仅找到蓝大兴做他的庇护，还专程去拜见了柳城知县屈九万。现在看来啊，谢德昌已经不再是我罗城最大的祸害。你的意思，蓝大兴才是罗城最大的隐患？你们快向本官报上姓名。民女姓韦，名叫韦彩凡，罗城小长安镇龙腾村人士。小女是韦彩凡的妹妹韦静女。于大人，民女家位于罗城和柳城两县交界处的3000亩土地不明不白的被人霸占去了。又一个罗城小长安镇人士。听这位先生此言，好像罗城小长安镇已经有人来申过冤吗？的确，已经有人为了土地的事向县衙申诉。
大人，我们姐妹二人从顺治八年就开始为我们家的土地到处申冤叫屈，我们从县衙告到府衙，又从府衙告到巡抚衙门，一路告下来却终无结果。听说罗成来了一位新知县，不仅剿灭了罗成最大的恶棍谢德昌，还把苗寨避难的乡民们都召回了城内，并安抚乡民们安居乐业。于大人，我们姐妹俩正是奔着您于大人、于青天的威名而来的。于大人，小女所言，正是我们姐妹二人这十多年来所经历的苦难。为师姐妹，请将你们位于罗城和柳城交界处的田产一事与本官详细说。民女采烦，先谢过于大人。于大人，我家祖上曾是前朝广西晋江王位于罗城和柳城两县交界处3000亩番地最大的佃农。崇祯15年，广西晋江王朱亨英将那3000亩番地赠予了我家。从那以后，我罗城韦氏家族变成了那3000亩番地的真正拥有人。可是就在前些年，新朝颁布了藩产边价新规之后，我家的土地就不明不白地被柳城县乡绅蓝大兴霸占去了。于大人，我就求求您了，帮帮我们姐妹吧，我就求求您了，于大人。为师姐妹，你们先快快请起。你们先回去，回去写好诉状，即刻送到县衙来。于大人，诉状我们写好了，已经带来了。好，为师姐妹，诉状本官就收下了。你们刚才的陈述经调查如若属实，本官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答复。谢于大人。谢谢于大人。于大人，你看这一大片土地，那就是当年的晋江王赠予韦家的番田呐。罗城这边2000亩，柳城这边1000亩，总共算下来是个3000亩的样子。这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。是啊，藩府的藩田在我们这一块，那就是最好的土地啊。想当年，这韦家给晋江王做佃农的时候，在罗城啊，也是算得上富裕人家了。后来，成了土地的主人。那在罗城差不多就是首富了。哎，可是韦氏啊，没有享几天福，那韦家就没落了。哎，罗老板，哎，现在这3000亩番田是由何人耕种？是柳城县现在的首富蓝大兴。蓝大兴，是啊。于大人，于大人，翠婷，莲步堂，翠婷，周先生，柳城那儿情况怎么样？赶紧跟于大人说说。哎，大人，我刚回到县衙，他们说您到这儿来了，我就赶过来了。这次我到柳城，还真的打听到了不少关于蓝大兴的情况。快说说，打听到什么情况？哎，大人。这个蓝大兴在柳城财大气粗，势力很大。他和谢德昌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数。蓝大兴在家里给他的儿孙定了3条家规：一是不准开仓纳粮，二是不准占山为王，三是不准他的儿孙和官府明着作对。哦，
这的确和谢德昌不同。这个蓝大新不仅在道上的势力很大，而且他和官府的关系也十分广。他不但在柳城县衙里有关系，而且和柳州衙门的知府关系也十分密切。曲九案刚到柳城县当知县的时候，就专程到蓝大新的府上去拜访过蓝大新。后来，这个曲九案就成了蓝大新山庄的座上客。另外，大人，我还听说，现任柳城县衙的县丞刘清河，其实他才是蓝大新幕后真正的心腹靠山。县丞刘清河，对，这个刘清河，他在柳城县当县丞当了很多年。前朝的时候，他就是柳城县衙的典史，后来他又做了新朝县的县丞。其实这个刘清河，他可算得上是柳城县的地头蛇。蓝大新和柳城官场有如此多的关系，蓝大新和谢德昌关系也非同一般。这个人不简单，相当不简单。